虽然还剩几袋，这是一袋，嗯，那个、这个是一袋，那个不是吗？那不是，啊，这是秋耳，嗯，那就是还剩这两袋了呗，嗯，这两袋能有一百来斤，也就那样，这不才79袋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就刚才上这里头看了一下，家里的榛蘑还有能有100多袋，100多斤，然后，啊，没有100，差不多那边还有一点。这边能有70来斤啊，大概就是还有100多斤，然后这不马上天也快热了嘛，我家这也没有冷库啥的，而且榛蘑这个东西最好是别过伏，它是因为它一天热它容易生虫，除非给它搁到冰箱里头，那样是可以的。然后现在大雷呢就准备给它便宜处理了，在店铺上已经有专门的优惠券，大家可以去领一下看看。现在是属于56块钱一斤，然后呢我还会给大家送一些小东西，最近不马上也快接近100万粉丝了吗，我把那个刺五加果也给它装上那种小袋了，大家在下单买东西的话会赠送大家一袋这个刺五加果，回去可以泡水喝，它的具体功能和作用呢不方便在这个视频上说，你可以自行去查一下。嗯，先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装的这一袋一袋的，大概一袋能有个一两，没有20多克，反正够泡几次的。你不管下什么单，都会送一些这个。那边的那个箱子还有半箱，完了我今天就准备给它拉过去，接下来再把轮胎给换了。这个是我们的属于夏季胎吧，我车上的现在属于冬季胎。然后昨天我还在网上订了一个刷车的神器，可能过两天就到了，把这车也可以好好刷刷了，要不现在这开化开的车太埋汰，准备出发。这道上的雪都已经化没了，先来到我们这儿这个奥通汽修，把那个轮胎给它换了。刚才问了一下，这点先等一会儿，换轮胎的还挺多的，排队。这车照的算埋汰的吗？还行，还行啊。你来这，在这儿还有比这个车照埋的更多的呀？有。这就把车抬起来了，好了吗？谢谢，这已经完事了。换胎正常是60，他人们还给我优惠10块钱，挺好的。今天件都打完了，老郭。拉走了。都拉走了。啊。这么快啊？啊，那这个那啥，从明天开始吧，就是这些，就再发的包每一个，都给放一个这个。不管。对，就是木耳也放，什么都放，就所有件呗。对，完了买的多的那种再多放两个或者三个的，都可以。这现在在打点标签，贴在那个小正品上，就是有50份木耳，我这边已经先打好包裹了，一斤一斤的，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这已经都打好包裹了嘛，然后就不给它把那个小礼品给它拆开放里面了，这50个发完以后就开始。都有一些小正品了，然后再就是蘑菇呢，如果说处理不了呢，大雷可能也是给大家会赠给大家，就是也给它换成小包装，我这边也都又订了一批那个袋儿纸袋儿，这样的纸袋儿这么大的，到时候榛蘑就给它改成这种小包装，然后也是能赠给大家尝尝嘛，能吃个一两顿的，这个。能喝个3-5次，泡水喝啥都挺好的。还有就是大雷的这个盒装木耳，现在大家下单一斤的话，都会赠送一个这样的赤五加叶，也是泡水喝非常好的。具体功能呢，也是就麻烦大家上网上查了，我就不在这里说了。买两盒赠送一个这个赤五加叶，赠完为止。包括赤五加果也是，
挣完都不上架了，精简一下自己的货品。而且最近我的产品啊都要换包装，豆油还有雪蜜都在换呢，然后有可能大米也会再出一个十斤装，但这个需要时间，好多东西都得重新的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天有前几天下单的朋友吧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，就是我这两天搞那个赠送了，前两天我买的都没有优惠或者赠送啥的，你这时候可以3天内的吧，就是朋友可以找我，我再下单啥的你可以就是备注一下，然后我可以再赠送一些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